2016年的第二季复兴教室门徒装备课程已经接受报名。祝福各位继续与圣灵同工，活在真理中。详情请留意宣传海报和报名表格。嚟紧4月23日晚上7:30到9:30，家庭事工部咧有一个叫做港男港女讲呢啲嘅讲座，欢迎咧各位已婚嘅人士出席。教会将于5月1日开始派发本年度嘅奉献收据。为了更有系统的来到派发奉献收据，我们将会在4月24日先透过家聚的核心派给各组长，然后再转发给各位弟兄姊妹。而其他弟兄姊妹将于5月1日和5月8日的主日崇拜之后，在礼堂后排的专柜按住英文的名字的次序来到领取。详情请参阅壁报版。嚟紧8月27日至28日星期六日，我哋有喜乐相聚营会，地点喺乌溪沙青年新村举行。有参加小组嘅弟兄姊妹，请向你嘅组长报名；而冇参加小组嘅弟兄姊妹，请喺今日11:30至12:30。去到楼梯间红凳报名。每一位报名的同事亦都会送 T 恤一件。如果未能够参与营会的弟兄姊妹，都欢迎你订购 T 恤。今日是截止日期，名额有限，请踊跃报名。无论你有没有参加喜乐相聚营，我们都很想在8月28日我们一起合堂崇拜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请向你的组长报名。若果你未有小组，请在今日去到楼梯间报名。而有关收集喜乐福袋，提提大家，我们的收集日期会由4月10日延至4月17日，弟兄姐妹，鼓励你和你组员或者你的家人一起去祝福这个社区。今日开始50元，弟兄姐妹无论买来自己零收或者送给亲友，物超所值，请到办公室购买。喜乐蔓延灵修之旅进入到第二个星期了。今个星期的主题是苦难中的喜乐。早祷会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:00地下荣耀楼举行。我们一起回来去经历这个由心而发的喜乐。复兴关爱睦邻中心接下来4月16日有关爱义展，鼓励你成为义工，同心作工，服侍这个社区。报名请到办公室。这个星期三、星期五和星期日都有每个月一次的家聚，记住回来了。